像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！这段时间就是咱同道大家做伙的人生开讲的好时间啦吼。一点钟啦吼，咱的朋友，咱讲虽然一点钟，但是话题要讲嘛，只有他讲真久啦吼。所以咱的朋友，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。我关切朋友，咱加一个空五，咱就当上线来连线开讲啦吼。讲单刀，讲修道啦，是讲修炼啦，讲日常生活啦吼，种种所有一挂心灵上的问题，咱拢会当甲包含伫内底面哦，拢会当来论坛开讲安尼。祝大家吉祥平安以外，嘛祝咱的朋友天天快乐啦吼。每天如果不快乐，咱就聊一天去了。今天如果心情不好，明天再如果心情不好，你就聊几天了。所以百今天百就今天的当下好好发挥了，咱生命真正的价值了。来听一段圣曲，收听这段非常好听，也就是咱观世音菩萨十小咒其中的一段啦吼。观世音菩萨灵感真言，来开讲人生。那有时吼，得讲人呢，到底都爱安怎落魄？那叫做落魄啊！啊，落魄是啥物款的？啥物款的落魄？这叫做真正的落魄啊！吼，极端空寂，过犹不及啦，寒冰无言，吼，讲壁里无温呐、啊，总是拨弄光景，身如枯木，心似死灰啦！吼，不免对在弯空来对。咱讲高顶伫寒天的时阵呢，摇摇欲灭的吼，
讲一粒一粒花，啊，要花要花吼，啊，搁伫个足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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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个天气吼，啊，咱也拄啊点一个孤灯，伫迄个所在，想要来照一下啥，吼，温暖一下吼，啊，搁穿一件破衫。哦，哎，那破衫穿在身躯呢，吼，佫无法度予咱一点点啊温暖可言呢。如果咱人啊是被这种情境所撼动，哇，无论你有偌淡薄啦，吼，佮偌质朴啦，吼，咱安尼人生呢算是凄凉乏味啦，吼，基础啦，吼。如果人呐无一点点啊活气，没有一点点佛气啦，吼，无一点啊活。活力，无一点啊活力的意思，无一点啊活气，就等于无一点啊活力的意思。如果你拢无一点点啊活力，无一点点啊活气呢吼，形体就敢那枯死的树啊同款咯。心中呐毫无温暖呐，如同冰冷的死灰。啊，就咱道家所讲的，讲佛家嘛安尼讲，啊道家嘛安尼讲，吼、哦、咱人呐对着远空的境界，咱就讲远离五执啦，断除物欲。但是呢，吼，人归自于空寂的时阵，都是为着要来解脱这个寂甲欲的这两件代志。所以讲，咱要学，拢是要学啥？要来学讲啊，咱啊解脱这个寂着啦、五寂啦，吼，啊，要来解脱咱人这个欲望无穷啦，吼，咱都做未到，都硬硬要想，吼、哦，用想的嘛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做未到，咱都硬硬要去攀缘。就讲咱人呢？为着吼、哦，要来解脱执甲欲这两件事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讲人认为讲人心由地水火风四大结合而成啦，吼、哦、心在心中啦，但心，咱的心在咱的心的咱的身躯的中央嘛，中心点嘛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心中，心在心中，但心心都是相伴而成的。只要你实体一空，初心初心都拢空啊！于是呢，咱修到无我观的境地，要怎么修？修到无我观、无我观，咱来修到无我观的境地，哦，开启了空寂的五性，达到这个境界，咱就认为满足啊！哦，但是正是落入了远空的境界，本来呢？吼、哦，咱常咧念讲空就是色啦，色就是空啦，所谓的空，并不是一切拢总无的完空。但是呢，像《二乘声闻》内底咱咧讲的四灰古木，无一点啊活气，这就是断除了五执甲物欲。但是呢，不过咱家己呢，嘛咱常咧讲啊，不做恶事罢了。吼、哦，咱就学一个讲，卖去做歹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如果咱未当阁进一步，吼、哦，咱干那学一个讲，安尼心好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学者咱卖去共做歹代志，啊，卖去共危害，吼、哦，啊，卖去犯国家的法律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人的本分呢，咱来得讲，安尼就好是人的本分。既然是人的本分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呢，啊，要进多一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学者咱慈悲心嘛，学者要安怎做事，吼、哦，学者要安怎做事，学者要安怎来度人呢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嘛是会使啊，这叫做进化，嘛叫做进步啊。也是一种进步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如果讲哦，咱无半点的成果可言呢，吼、哦，那么咱活的跟那等死同款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呐，无得淡薄啊成果就对了，都是活死人，就一天一天的活，但是跟等于死了是一样的，因为侬一点啊都无可处啊。你一个辛苦来到这个世间呢，食天地物件，虽然地水火风所组成的，但是呢，所有的人的这个。哦，咱讲生活消费，哦，咱干那个饲这个肉体，不过咱的心阁未样想，哦，啊，咱用这个肉体专专咧做一寡歹代志，咱一点点啊善念都无，会散裂的人啊，伊讲等于死人一样。因为你用起这个肉体，你个念会痛，啊死，难过会臭，但是呢，伊无一点啊活气的时阵哦，伊一点点佛气都没有。哦，那个形体如同古时的树同一款，就是讲你一点的心，你的心都无做滴讲有符合这个社会，哦，那么做淡薄啊好事，咱就感觉咱有路用嘛。哦，咱也是有一点点啊贡献，哦，为社会有一点点啊贡献，你就感觉咱有路用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会当呢吼，啊去爱人咧铺桥做路，无咱嘛来去甲人吼、哦、做一下义工呢，你嘛感觉你有路用呢，哎、啊，你感觉这种有意义的呢。
啊，所以我这个肉体有路用啊，吼、哦，有路用，就是有一点啊可处啊。啊，若有一点啊可处，哎、欸，不管讲咱即嘛吼，是穿会少，还是食会饱啦，吼，还是穿未少，食未饱，咱的人总是安怎？你心念若转，你身躯一点啊活气，你就要去改变。改变了后呢，吼，以前遐凄惨的经营啦，像咱讲凄惨落魄。凄惨都得足足可怜啊！咱后边佫共讲一个落魄，啊，迄、那个人真正是可怜佮凄惨落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讲凄惨落魄的代志，若过啊，对不？哎、欸，咱互咱家己一点啊温暖啦，吼、哦，给自己一点活气，一点温暖，我们还有可取啊。咱这个身躯虽然无太做大代志啊，但是嘛，还佫一点啊可取。啊，若有一点啊可取，咱就尽世间一切善啊，对不？尽世间一切啊。对不？因为我的能力都安尼尔，啊，既然我的能力都安尼，我就尽一切世间的一切善。有人讲，有人个大善人啊，一届捐到几千万，伊有能力，伊去做大善。咱无能力叫尽人本分的一切善，尽本分的一切善，就是你有你的心所展现出来的善根跟善心，跟你布施的济少无关系啦。哦，只是咱人。每一种站处的人，伊有无同款的做法。但是咱那如果讲，咱一个过去的时阵，就是一个吼真凄惨啊。今麦到当啊，惊就贪图，都惊一个较平路尔。但是咱嘛知影讲，这个身躯肉体，一个会当做足侪代志的时阵，你一个淡薄，一个淡薄啊晋升，给自己一点点荣耀，就是说我是世间人，但是我可做世间事啊！吼，我是世间人，不过我比世间人较超越的多。我有一点点的能力，我都会想要来回馈社会，要来做淡薄啊好代志。安尼你讲啊，过去迄个时空带走了，时间甲你行过啊。即嘛，你豆豆啊转来到即嘛的时阵呢，吼，你就是尽一切善的人，叫做说没有能力也可以尽一切善。就一粒石头伫路边，那个捡来边啊，莫用打掉，莫用踢掉，吼、哦！这个这嘛是叫做尽一切善呐、啊，尽一切善，不是干那钱呐、啊，不是讲我用钱来布施的，叫做尽一切善，都是只要咱看会到，会当帮咱呢，会当好人呢，吼、哦，撇免灾难呢，咱用嘴来苦劝人，用身躯去个行动，这叫做尽一切善，那尽一切善呐、啊，哎。那咱做大善甲小善，有啥分别？无啥物分别啊，对不？咱那如果讲压会落，迄个石头甲捡掉，或者讲咱看到迄个障碍、无形障碍，咱去甲填掉，卖互人去落到窟窿底。即尽一切善呢？即会使讲起，即种的善无分贵贱呐，是你的心做有够无？有做出来无？那有你就做尽一切人间的善事，叫做尽一切善。那安尼，咱讲，咁就一定爱有好业，人家会当尽一切善，唔免啦。善良人嘛会当尽一切善。啊，你即马讲，你咧行伫个无好嘅境界，凄惨啊，兼落魄嘅时阵，你嘛爱尽一切善，想要用嘴来劝人嘛好。我无物资，通我施舍人；我无金钱，通我施舍人。那么我嘛尽我嘴，我口内底一切善呢，来讲好话，吼、哦、啊来。度人向善呢，我咪当尽一切善呢。只要你的身躯会当讲出来，话是有下道理的话，会当做出来是下道理的代志，那就是尽一切善了。咱几啊工程吼。啊，一位咱在台中的师兄，伊讲梅香师姐，你伫无量寺道是走一堆去啊？哈，我讲较早我拢个摕来做片尾曲啊，吼，啊，都、就是因为吼未记哩，大概拢时间用要到啊，啊，要去播无量寺道也是没办法播啦。伊讲啊，无嘛播一半摆来听看嘛，我感觉迄块足好听的呢吼，无咱即马来甲听，即块无量寺道，以前咱做两点钟的时阵，咱都是拢甲无量寺道做滴上二尾片尾曲啦吼。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听很久很久，哎，我让足久足久无播啊吼，来，咱来安排这对无量寺道。
题叫做无量是道，无量是道啦吼。咱即马咧讲到这个离身座，离身座呢，咱那边特地去个了解伊修炼的过程就对啦。所以讲，将离脑做十次啦吼，十种的试验甲考验吼，考验啥物人？考验到吼啊，咱的这个离身座的耐心，考验到伊的道力啦吼，考验到伊的内底面的志气。所以将离十次。李洞宾啦吼，啊咧，较早咱来咧讲这个李先祖，咱就讲到伊出生地。李先祖是啥物时阵的人？东调，好唐。啊，咱讲李先祖是唐朝，好德宗贞元十四年，然后公元呢都要798年，伊生伫山西省，好咱讲芮城县啦，永乐，好伫永乐镇呢吼，啊因老爸姓李。所以讲，较好一个名叫做李炎啦，吼李炎，别号呢吼叫做李洞宾啦，吼啊又个叫做李顺阳啦。因的曾祖父呢叫做李炎，做过官呢吼，做这个河东这道士。因的阿公呢叫做李伟，做过礼部侍郎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老爸叫做李让，吼姓李啦，李让，做过海州刺史呢。以上这是咱历史家谱内底吼，哎，对这个东调内底160，吼160页，这么李祖这个名呢，伫东西内底真少看吼。可是呢，伫咱这个宋代以后的册，就讲李顺阳，啊，就是讲顺阳李祖集将李传道记入江南记，吼，顶书记载足济啦吼。传说就讲，这个李祖伫细汉的时阵吼，伫这个南岳庙著名的这大法师马祖道一啦，就甲伊讲哦，伊将来必有大成就啦。做李祖46岁的时阵哦，受父命呢赴西安考进士啦，结果落榜，考无掉啦，好考无掉。那考无掉呢吼，那结果人讲名落孙山啦吼，啊伫个吼真落，真那讲真消沉啦，志气真消沉的时阵呢吼，那么伊就来随游全国各地啦。伫49岁的时阵吼，伫这个江西庐山呢，去拄到慧良真人啦。伫江西庐山，江西庐山诶，庐山呢是李先祖修炼的所在，遐有一个李祖洞，拄好一个是因。家后呢，吼，伊个夫人呢，吼，伫修炼的所在，一个是伊个所在，所以呢，吼、去过庐山，咱就去李先祖的祖庙，然后呢，咱就看到这个太上专真道教会，吼、就是咱大陆太上专真道教会，伊就设伫个李祖岩，就是李先祖修炼的所在，庐山啦、啊，吼，就设在庐山。哎、伊庐山呢，看到这个，吼、去见到这个慧良真人。吼、哦，甲因呢学练这个内丹呐，吼、哦，学练丹功，吼、哦，这是初步学气功而已哦。吼、哦，伫台中11年呢，公元啊、哦、857年，李祖已经60岁啊，啊，李先祖已经60岁，伊伫这个罗浮山呢去遇到玄奘集道师啦，吼、哦，伫罗浮山，吼、哦，去见到这个玄奘集道师，又搁甲伊学一挂道家的功夫。吼，佮伊学一挂道家的功夫呢。62岁时阵呢，吼，根据着伊个乡亲的愿望呢，第三次哦，啊，佮再佮赴西安要创啥？啊，赴西安特别要佮去考进士，因为因阿祖啦做官啦，因老爸嘛做官，因阿公嘛做官啦，即马人来佮李先祖，等于讲李洞宾啦吼，李炎。让落个李炎呢？你名落孙山吼、哦，连续考几啊届进士拢考无掉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再讲伊分游的时阵呢，去庐山拄到慧良真人，伊该有一挂内丹的功夫啦。吼、哦，这是初步有气功尔。但是呢，伊到60岁的时阵，伫在罗浮山呢，我去见到玄奘集道师呢，伊个该有一挂道家的功夫。但是因老爸也是未死心啦，吼、哦，62岁啊、哦。62岁，伊个根据着因乡亲的愿望呢，第三届呢，佮赴这个西安城。处处在西安呢吼，
伊就一定爱去考啊。因老爸讲，你甲考无掉了，卖甲转来啊。六十二岁啊，考三届，第三届进士，你若甲考无掉，你都唔好转来，唔能转来故乡呢。吼、哦，意思就讲吼，你搁一届进士搁考无掉，你都无迄个面通去转来吼，即、哦這个故里面见所有的宗族。哦、啊！你都看要倒下头去啊？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六十二岁的时阵吼，因相亲的愿望一直甲交代，一定爱考掉，一定爱考掉。所以讲，伊就甲西安的州官来去拄到一个人，就是咱咧讲什么人？大名鼎鼎的八仙之一啦、啊。这钟离权呢，离离仙做千几年呢，吼、哦，千几年哦，因为咧画图呢吼，这钟离权住这个黄梁呢。哦，令这个李祖伫边啊，吼、哦，哎，这个所在呢，吼、哦，牛子主席李先祖嘛已经进入了这个梦乡了，吼、哦，梦见家己考中进士呢，轰轰烈烈掌握四十几年的大权呐，忽然间呢，犯罪呢，锒铛入狱，吼、哦，一家365口全部做一届拢斩首就对了，种抄家兼灭族，惊一个规拢老清官。原来是南柯一梦啦！哦，初时这钟离权就甲伊讲啊，讲黄粱，吼，讲黄粱有味色啦，一梦到花絮啦。意思讲黄粱啊，煮啊未熟嘞，你的梦已经梦到花絮啊！吼、哦，这李祖感觉讲，伊讲话正是家己梦中，所以惊一惊，拜倒伫伊的吼，伊的这个头前面啊，请求呢，教伊的功法，终不应而去呢，吼、哦。像那讲钟离啊，讲你若买，你就玉啊，对不？我哪有可能你讲话，我甲你收，我就甲你收。所以伫这金中记内底有一段神话故事啦吼。这个经节上述在讲啥？在讲这个吼、哦，这个上丹城交我这个罗生如意道士李翁，李翁煮黄粱。吼、哦，这罗生吼，这所以人来讲，若要眠梦，若要创啥吼，啊，咱就去吼啊，去李祖庙啦吼，啊，去遐困。李祖就来给你诉梦，吼、哦，叫做黄粱美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李先祖故事《金中记》内底，《太平记》卷内底，这本册是东朝宪宗开元19年写的哦。吼、哦，啊，上述这两个故事呢，不是一回事啊，吼、哦。这嘛等于讲是一个啥传说的吼、哦，一个传说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李东兵是长安甲钟离会后第二年呢，吼、哦，考中进士，封兵。吼、哦，任德化官知事，有一年下归到庐山避暑呢，又阁拄到钟离权。这钟已经知影讲吼，李先祖有淡薄大彻大悟，伊就教伊一挂功法。从此呢吼，伊、哦、就弃官。伊是考掉，唔是考无掉，再叫李先祖哦，叫钟离倒去，唔是安尼哦。哦，这咱这么提这是正史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历史内底啦吼。哦，咱讲啊，李先祖呢，名落孙山哦，啊考无掉，啊所以讲才去拄，因为垂头丧气的时阵哦，去游湖啦，再去拄到钟离，钟离呢煮黄粱，吼、哦，才互伊眠梦。他不是哦，伊已经有考掉哦，吼、哦，他有考中哦，考中进士，封兵吼，佮、哦、有做官，做甲这个德化官的知事。有一年下跪到这庐山避暑呢吼，伊阁拄到钟离呢，钟离就知影讲，伊有拜过师嘛，黄粱真人，伊嘛是曾经哦有拜过啊，有拜过火龙真人呐，吼、哦，唔是黄粱真人，是火龙真人，有拜过火龙真人，有练过淡薄功，吼、哦，初步，伊嘛阁有拜这个仙万吉道师呢，哎，都有淡薄底子啊，有淡薄底子，啊，所以讲吼。伊呢来到庐山避暑的时阵哦，佮拄到钟离，钟离知影讲伊有想要做修士，有想要学，所以伊既然是大彻大悟，就教伊一挂功法。从此以后呢，这李祖呢吼，就这个钟离喏做李严啦，吼，啊来甲做，人讲师傅师啊吼，就这个钟离来学道。68岁，伊62岁考掉。然后啊，去奉命咧，伫这德化官做知事，吼、哦，一去庐山避暑，拄到好地利啦，啊，这钟离就去甲点化就在庐山啦吼、哦，所以伊才偌久呢呢，伊62岁，吼、哦，去考教调，
吼、哦、啊，然后甲过去遇到张丽呢，相熬无几年啦，但是伊李祖呢，68岁就修行正果啊呢。伊甲张丽学道呢，68岁就修行正果，伊体悟了儒道释三教归一，他彻悟了儒道释，吼、哦，咱讲儒道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儒释道三教归一的道理。所以讲吼，这个李祖呢，第73岁，这是讲吼，伊这个肉身的记载啦吼，肉身的记载。啊，佮做生哦，做生当然咱就有做生的讲法啦吼。李祖当时无去，伊68岁成道，修行正果，73岁，哦，伊在世，哦，享年73岁就去世啊。伊去世呢，进前呢，曾经呢，传道5年呐，哦，就是讲68岁修行正果了，就传道嘛。传5年的时间，到73岁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吼也肉身呐，吼也肉身的世界下部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大地上世间的流传呐，吼、哦、宇宙的传奇啊，还得讲道教的精神，世界实在是不可思议啦。宇宙的传奇内底还未讲完呐，吼、哦，伊传道甲这些活动啦，反倒等呢，伫去世了后呢，才增加足济人去写伊的册。佛要了，将这个历代先生的故事呢吼，啊就开始伫写，啊所以讲伫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呢吼，拄到这个李洞宾的神话故事，我即马过来就规个拢总是伊，吼、哦、68岁修行正果了后，伊伫世间传道5年啦，了后成仙过来度化，过来度世间人，到底是安怎度安怎度？我们就是要讲什么？那么个咱的李先祖呢，李严。李洞宾的吼，甲讲伊这个吼，伊的身世啦吼，对伊什么时阵生啦，伊拄到是什么代志，让伊安怎来成仙得到5当呢？对不？那伊嘛不是修足久啊，吼，伊68岁就修行正果啊吼，啊要讲起来讲，伊62岁考进士，考调，吼，啊个有做官，啊62岁，吼，啊65岁的时阵去拄到啥来庐山。哦，庐山撇树的时阵，佫拄到张丽呢，伊才修偌久呢，人就修成正果啊呢。好、哦，啊，佫传道五年呢，伊73岁才去世。哦，这就是咱这个李顺阳呢，吼、哦，伊这传奇来对，哦，始祖来对，伊真正的身份佮故事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伫宋太祖赵匡胤的时阵，去见到李洞宾的神话故事，迄就是咱对故事用故事去佮传达。哎、啊、呀，你讲李顺阳祖师三系白牡丹呐吼，迄、哦、就是讲啊，咱的李先祖伊是安怎伫这个人间有遮济人甲伊拜？当然有伊历史，毛伊个啥，毛伊个传奇啦，有伊历史传奇，毛伊个应世救世传奇故事啦。啊，咱今日先甲讲头啊，过来咱就是甲这个李祖应世哦，安怎来救？吼、哦，救众生度众生，以这个神威显化。神威显灵的故事，我们每一天给他讲一篇，每一天给他讲一篇呢吼。因为这就是咱的，虽然这讲，闽南书这足久拢无讲故事，无嘛讲一挂新鲜故事。哦，咱讲这7经段讲过，哦啊，咱经文嘛有人甲我建议讲，叫我讲济公活佛啦吼，济公活佛吼，伊要讲起来是咱大大细细上爱拜的。大大细细啦，讲到济公活佛，大家都笑眯眯，上爱拜的。甲咱人上接近的济公活佛，伊有故事无？有啊，一对出世，甲娶某，甲闹跑，吼、哦，甲去入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寺院去出家，身为食肉花生，伊这嘛是伊的历史过程啊。哦，咱即摆先讲吼，咱八仙头啦，吼、哦、八仙头都、就是李严、李洞宾啦、李顺阳祖师，咱为只。延续一直个讲落，一讲一篇，一讲一篇安尼。Thank you.
想到容易提到难，杂念不出总是闲，世事成恼常怪，常怪生山静坐也突然，出家容易受戒难，心愿全无总是闲，境界不吃空非理，空非理纵然落发也突然，修行容易遇事难，不与名师总是闲，自作聪明空非理，空非理忙修下念也突然，然尘容易出尘难，不断尘恼总是闲，勤心盼愿空非理，空非理不成道果也突然，这地呢叫做憨山大师，憨山大师的会弦歌了哈。啊，人讲吼，孤楼盖破也枉然呐、啊。如果是不悟的话吼，你怎么拜怎么求啦、啊，拢是枉然呢。所以讲憨山大师的会弦歌了哈，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了哈。无慢世尊总是闲，来咱给他听一段啦吼，给咱进一段功课。此人毕生讲的，有人说甘蔗、灵草香、青草啊香，青草香叫做灵草香。嘛，就是吼，啊，咱讲大自然的产物啦，吼，啊，为土发出来吼，所以咱讲种檀啦，吼，咱种檀香薄啦，种檀香啦，种檀啦，吼，这拢是啥？这拢是要做香的香料，吼，啊，咱大自然内底，你神农气八草内底吼，神农四百草，咱讲吼药王，吼，伊内底呢，伊嘛是有真济吼，一个当。起香的物件，你甲看，咱讲咱要欠香的物件嘛，拢来自咱这個大地所生出来，所以咱就有这个种，吼、哦，咱欠香的啦，要创啥的啦吼、哦，所以讲五分五，吼、哦，咱咧讲的啊，酸啊韭菜啦吼，啊酸啊啦韭菜啦葱啊啦吼，吼、哦、啊是芦苇啦吼、哦，这种啊拢是，吼、哦、啊蒜头啦，
啊，这种嘛会代替出来，但是这就是咱人咧欠芳的物件，姜啦，这叫山珍海味嘛吼。所以咱莲草香，就咱九天宝牛哦，伊甲咱集吼，咱讲十八味的药草、青草，安尼落去，啊，搁咱甲吊淡薄檀香顶，那咱伫内底呢叫做莲草香。莲草香呢，伊无污染，哦，伊烟熏色，过来伊袂附着伫壁顶，和咱咧壁顶乌蛇蛇。所以讲，咱若要用莲草香。然后咱一斤350块，三斤1000块。啊，咱来买三分九斤，吼，咱送一斤啦吼。啊，咱今物阁加做一项上板层、上板顶。你若捌点过吼，就咱必胜宫的上板顶的小盘香啦吼。你有知影讲，咱就共这个料来做吼，啊，这个味道呢真好。然后咱一斤是500块。啊，咱若讲要甲点上板层点看卖。哦，咱点莲草香点惯习啊，咱要甲点一个上板层点看嘛，也可以啦吼。因为这是咱的道亲呢，甲咱提供的意见。我梅香师姐，恁甲做一种香尔吼，恁敢无爱阁加做几种啊？互阮敬安尼啊吼。某人叫咱讲做卧香啦吼，但卧香呢，咱的销路不是很大啦吼，就做卧香是比较短销，所以讲咱以后呢，真正讲哦，会使啊，咱会使咱再过来。考虑研究了吼，来香品的介绍就是吼，虽然必胜宫，咱伫咱这个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，是咱的这个节目来提供了吼，提供了这个吼啊经费，啊恁一份香啊都中几百块啊，吼啊就讲咱来讲啊就叫一箱香啊就3000块，啊咱来中200-300块来给咱做经费，安尼呢，所以讲咱来咧介绍香品，就是讲咱介绍的物件，这都是做红道印证啦，红道。红道的红道恭喜这三年，这拢是属红道部分啦吼。所以梅香来感恩大家啦吼。咱介绍香品，也是金盖绿凤娇也高啦吼，也是讲咱的这个平常时，咱都有咧保养咱的面啦。那我面就是面主啦吼，面就是招牌啦吼。这个面容看起来感觉真舒服吼，啊，无迄个斑斑点点，也是比较比较好看啊。那何丽美。化妆品唯一的选择真正是袂歹啊！对氨基酸洗面，甲长效蜂蜜锁水，吼、哦、啊！甲咱的这个啥，咱的这个麒麟藻所制作的，伊这精华，就是咱讲精华液、乳液啦吼、哦。然后咱也搁一个 A B 霜，真正是足好用的吼，都四罐啦吼，四罐一组，3990块，真正讲买得到，抹会水啦吼，合理美。啊，咱若要食一个身体听杂，就是咱讲吼，虫草王三高宝，三高宝就是咧讲咱人的五行无平均啦，啊，所以讲咱黏一条吼高血压啦、糖尿病啦、吼高脂肪啦，有诶无诶这种诶，吼啊，咱呢，咱虫草王，咱个好名叫做三高宝，那就是平衡吼、哦，平衡我们的五行，平衡咱的五行啦。吼、哦，较袂互咱讲吼，啊，连连咪有个人讲，哇、啊，尿酸啊，我痛风啦、啊，有无只酸性体质，什么体质，有诶无即种，伊是平衡你五行啦，平衡你五行，你五行来平均，你就无只所谓，吼、哦，所谓的什么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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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讲植物共生永远利用，就是虫草王三高宝，这是植物干细胞萃取诶，特别足好诶，所以没相公，咱咧吼。今日不养生呢，我们都是花钱养医生呢哈。今日不顾好，那人讲较歹运的就养外劳了哈。啊，咱把身体顾好，真正讲的，吃好物件，一旦我咱调整五行，阿拜咱免落家里是谁麻烦呐？啊，阿嘛是等于安怎？咱一个厝内底闹一个长期的病人，迄真正是要讲起来讲一个家庭足大的负担呐哈。所以咱这么身体就甲顾好。吼、哦，予咱阿伯囡仔大细大家拢幸福，吼、哦、啊，唔免为着有病人咧操心啦吼、哦。啊，以上这拢是广告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亲咧给空我感恩。咱真久无听三花珠庙讲圣诗，咱即马来个做安排。
今嘛所收听一段三花珠庙降圣文，咱来干来当个听一段啦吼。咱讲天地万物，还是讲天地，还是讲天地万地，这是实相啦吼。如果咱讲吼，人现在讲啊，爱看一本啊吼，较励志的册啦，看一本啊较好，互咱呢吼，较会当去理解吼。如果咱也无用文字甲言语，吼，咱袂当传授出宇宙的真理甲天地大道啦。啊，就是咱讲，现在讲咱足济高人啦吼，不管是讲是八仙啦吼，钟离也好啦，李祖也好啦，还是讲着讲咱的佛教啦，咱讲释尊啦吼，世尊。讲法大概49年之久呢，吼、哦，最后终于一日不说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咱讲释迦佛啦，吼、哦，伫后世根据讲世尊所讲的经文，甲祖师所讲的论证，经过种种的甲研究，认为讲咱干那单凭这个文字的言辞啦，尚不能悟得，吼、哦，咱讲真正意义甲真正意思啦，因为咱呢。禅宗现在讲啊，这不离文字的教啊，别团，和禅宗又过一个不离文字的教外别团，讲一心团心之水啦吼，就是讲一切不以经论为本纪，由这个师尊之悟吼，啊，甲你甲你点，由师尊悟吼，这个所在呢吼，这个地主呢自行去改，吼，啊，讲自行去改，自行家己去悟，吼，你了解就会悟嘛。所以讲，禅宗不以经论的法门相传呐、啊，只是以佛心代代相传。所以，咱所谓的佛心呐、啊，吼，咱来讲啊，不离文字啊，咱是讲啊，咱无用文字的言语啊，未当传授啊。所以，较早所谓老师啦、啊，有行过吼、啊，拢留册落来哦、啊，啊，这册，咱要传授宇宙真理甲天地大道。有足侪种的教派，我都是用悟的，我用参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咱道教呢，道教的传道方式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依据嘛，吼、哦，那依经依论依据，吼、哦，那就依这个啥宇宙真理甲天地大道，啊，就是有人悟透啊，悟彻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伊就甲留这个字，吼、哦，留这个册，留这个书呢，互咱都爱看。那么咱即摆咧论讲，啥物叫做佛心？都、就是宇宙的真心，哦，天地大道。那不是讲啊，释迦佛，哦，啊，因为释迦佛，咱讲有佛心，是因为释迦佛嘛？不是这样哦。这佛心就是代表宇宙的真心哦，天地大道，哦，咱去个了解这个道理，哦，都、就是等于讲是参透。啊，所以咱要安怎讲啊？什么叫做真正的觉悟？啊，原来万物拢是基于一个真理嘛，万物。拢基于初一，就是归一了，就是一个一。每一行拢总是为一，吼、哦，初一为真理嘛。啊，就是由咱即马咧讲啊，讲那么理解万物的道理以外，吼、哦，无别条路好找啊，无别条路好找啊。所以咱抬头来看天啦，咱有看到日月星辰，咱有看到星辰日月嘛。低头下来看呢、啊，则是万象峥嵘嘛。啊，这个显露出天地真心，哦，所以讲咱天地真心，咱得看哦，咱看会到啊。日月星辰，伊敢有因为什么人来改变无啊？因为它有星辰日月，哦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万象峥嵘，哦，这拢是显露出的天地真心。因此呢，吼，咱听到这个草啊内底有这虫鸣鸟叫啦，还是讲树啊顶啦，吼，这拢是传心的要诀。啊，也够灰哦！啊，灰你也看草啊的颜色啦，灰的颜色啦，五花十色啦，拢总是哦，伊拢是啥见道文章啦。所以咱看到明星的闪光甲五道哦，灵魂哦，所看到这桃花开放二五道啦吼，香艳呢，荷香呢，一直听到这个打击笛的声音二五道啦，哦。啊，这就是根据这个物理来看透传心。啊，你讲啊，什么人安怎悟道？是什么人安尼用安尼的个悟道？我世尊呢，看到明星的这个闪光，吼、哦，然后伊嘛去悟到这个道，这个灵魂和尚呐，吼、哦，以这个灵魂和尚，
哦，伊是看到桃花花开放的时阵，伊嘛去悟到道啦。啊，个一个香岩，哦，这个香岩呢，吼，香岩和尚，一听到打击，哦，你拍这个笛啊，起曲起曲起曲的声音呢，伊嘛去悟到道呢。啊，这拢是根据啥？伊根据这个物理来看破了全心的要诀，吼、哦，甲见道的文章呢。啊！如此看来，天地万物现存的，这粒粒分明的真理大道，为什么咱袂当彻见了悟？是因为咱人的心中，吼、哦，咱的北胸胸中呢，被烦恼跟妄想，吼、哦，五浊所混，因咱上侪烦恼妄想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就安尼落落，咱拢心拢落落落啦，吼、哦，大家唔是咧烦恼这个烦恼去，心落所混，所以呢，真理大道袂当显现出来。也显不出来，所以一个学者呢，我们就讲要怎么样清澈天然的心机、哦、啊，使我们自己的心怀如同玲珑水晶、哦、我们自己的心怀可以如同玲珑的水晶、哦、就是用水晶、哦、水晶、哦、水晶现外界一切事物，然后使这个万物呢，使、哦、这个万物自己的心来合为一，使能使万物与自己的心合而为一啦，这样呢叫做体会啦。体会自然理念呢，都得到领会。啊，你若有体会，都得到领会。你没有体会，那就没办法啦吼。所以人解脱有这个有义的册，吼，无要解脱这个无义的册，吼。咱讲低端有现勤啦，吼，不低端无现勤啦。以节用不以信用啦，何以得勤书之处？就是讲关心不如关心啦，信用胜过节用。就是咧讲到咱读念理解有义的册，世间人拢是在读，吼、哦、在读念理解，吼、哦、在读啦、念啦、理解啦，这个册到路用呢？你有读有念，吼、哦，那么有理解，吼、哦、这有义的册，吼、哦、你就有法度运用啦。哦，啊，你唔通去读念迄个啥？哦，读念你无法度解诶，无义诶册，你念无，啊，你嘛看无，哦，啊，这个册，你若如果讲无法度去甲解，叫做无义天书啦吼、哦。所以文字上代表思想诶符号，但咱去捉，咱讲去捉摸符号呢，不去研究符号所代表艺术，那就无啥物用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咱干那会去研究，但是咱都唔去甲讲，咱会去研究这个符号，但是有去研究，符号就代表什么意义，就无什么款的意义的用处，你甲用未出来，遐定嘛零。世间人只要了解字中的意思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袂当看破字中的妙理。你了解意义、意思，你了解字中的意思，但是你参未透这个字的妙理。假使讲咱放眼四方啦，就宇宙万象嘛，诸般的人事拢无文字的吼、哦、活书籍啦。多数呢学者虽然看到这些画册，或、哦、是无法度理解其中的奥妙。画册就是啥？就是宇宙万象，就是活画画的册啦吼、哦。这画画的册就是啥？这个画册就是宇宙万象。这宇宙万象就是活的，伊是画的。要你感官，让你去看，让你去悟的，这是佛书籍，就是宇宙万象，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。你如果已经了解了，了解这个宇宙万象其中的奥妙，你就等于免看册，你嘛知啊。哦，你免看文字，免受文字束缚啊，你就这你拢知啊，你若悟，你就知啊嘛。再讲哦，这陶渊明抚琴表示自己快乐，有的人呢，看见他在琴上没有一根弦呐、啊，接着奇怪的敢问啊，伊讲玉笛琴中处，何容弦上音呢、啊？这句话意思讲，真正知道琴里的趣味、趣味啦、啊，你都免讲，一定爱去听，好、哦、去赏弦的声音啦、啊、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咧讲，关心不如关心。哦，啊，咱呢，那用宇宙万象诸般的人拢看有啊。哦，你就比你咧参透这个啥，你能够有义的册，也搁较紧啦，也搁悟开透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今日嘅节目呢，讲到这，嘛感谢咱嘅道亲好朋友对咱嘅节目支持甲爱护啦吼。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